喂，公平咩？君子报仇十年未晚，我同你讲，你咁样印我一嘢，我下次就拱你落山。收咩油啊？咦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是吗？好疯狂，可以俾大家见到我暴力倾向。系啊，拗啲啊啦，拗过，鬼叫你啱印我一下，俾嚟你哋左边出去咯，外弯过，系啊，外弯啊，外弯啊，是吗？OK， 赛车正式开始，哇，快啲啊！呢、這个时候最后冲线个位啦，系用后波冲线噶。你叫咗架车劲多泥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. Let's go. 拜拜。Yes.喂喂喂喂，拜拜！我得，哎，救命！做得好好啊！邀请紧你咯，哎，有啦，加入游戏先，可以一齐玩噶咯喎，哎，有啦，做咯，会一样样噶，吓吓，戆居啊，一样样，拍零抄定系零抄过试睇我连你咩样我都唔理。知啊，师兄，冇啦，电阿波同我同机度砌咗同一个角色啊，会唔会我都系一样咧？其实可能试下啫，咁你三个整埋一样，我整就整完咗噶啦，阵间睇下就知噶啦。阿波下下啦，系嘛？系啊，诶，要咗啦，诶，诶，有啦，诶，见到，见到，见到 ，OK，OK，OK， 已经，睇下咩样先，睇下先，傻仔 ，OK， 傻。全部一样，心目中嘅女仔就系咩样咧？就系、是、咁样啦，真系啊！哇，钢铁大直男，就系咁啦，大家都系中意点啊？全部一样样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OK， 系咪朗机入嚟啦？准备。Leo， 而家你变咗男人。因为我哋系冇夹过嘅情况下，整咗三个一样嘅角色出嚟。点解嘅？跟住谂紧你会唔会咁样做嘅？跟住阿波话应该唔会。Alpha Male 嚟噶嘛？点会咁做噶？哇！有 feel 啊！呢啲真系，尤其而家好兴日本车，有得玩呢啲。嚟噶啦咩？哇哇记得得闲揿啖气啊，啖气好紧要。OK， 我喺机度已经系入马当先噶啦。哇！啖气好紧要噶机度。哇！加油！真系啊！哇！入弯都好紧要啊！赶劲入弯都好紧要，哇！系多谢晒，帮减速我师兄。OK， 发夹弯啦，就喺呢度。系顶过唔到添。巴六嘅极限二度，系我 FC 发挥嘅时候。哇！呢个出撞爆撞添，师兄又系咁型啦，俾一年啊，系咪新五赢咗啦？已经冇事，改车仔嚟啦。唔该晒，好啊，好暴力啊！呢啲揸法真系，咁我哋
解決阿蓮啦。我幫你頂住後面啲車。喂，阿布少少唔差你。系咁 break test 嗰啲油，我成功系拖慢晒后面进度。O K， 阿铺少少加油，好啫。喂，交交交，得得得，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差唔多，差唔多差唔多，我帮你拿住。哇，喂，做乜嘢啊？翻紧嚟，翻紧嚟，翻紧嚟，冇事。搵水啊！喂，有啊有啊，抱少少。Go go go，nice！ 喂喂喂喂喂，做紧嘢做紧嘢，唔准喂，劲快啊你！冇事冇事，我快啦。Nice nice nice， 系啊系啊。喂，最好玩原来咁玩。好嘅，搞笑。喵，喂，挡紧，帮你挡紧，认真帮你挡，挡得好劲，系你啊！喂，冇限直线都炒系咩事先？大佬 ，no， 真系啊！哎。我三级不入玩到 ，no， 死啦！我系扶不起眼斗啊！之后我哋去咗玩今集 Motorfest 嘅重点项目 Grand Race， 佢嘅卖点咧就系有28个玩家跨平台 online 赛车，重点系揸车嘅类型咧都系系统随机派嘅，咁所以就有好多好疯狂嘅情况啦，可以话系我人生玩过最癫嘅赛车模式啊！事不宜迟，去片。应该大队嗰个屎忽啊！哇！点解佢仆街？电风车啊！咁俾人撞，啲人跌咗落河啦！跌咗落河度，嗰个你嚟噶，傻仔！我冇办法想象啊，呢游我俾人撞落去啊！系啊，呢个毛系咁样噶 ，chaos 嚟嘅呢个。哇！俾人撞我炒起咗我。喂，基佬，唔阻住啊！直接喺度撇落去。哇！啲人乱咁揸车，俾人撞啊！系啊，你要识得喺啲车群中穿梭啊！技巧，哇！呢号快，哇 ！K 号快，哇！点解我呢度有全部打车咁样出咗去？哇！黐线，我架车，我车打埋，我嚟噶，够啊！点解飞你咁高啊？就系咁疯狂咯！我呢场有机会第一喎，有机会，有啲第一名嚟噶，唔系真前途咁啦！你讲笑系咪啊？我啱啱第一，然之后架车上下反转咗，哇哇哇！俾油啦，师兄，唔俾油啊？喂，哇哇哇！这跳啊，飘移大型，哇好好快啊！呢条路线好啲，四百几系咁冲落去，唔好再撞啊！喂，你睇我架车，哇、哦！总统，我揸呢架坦克嚟打。输啊！对你讲，有冇得用呢个嘢咧？唔知道。哇！有成堆人冲晒出去，哇！哇！好危险啊，星！唔好再撞啦，大家啊，一人小队啦，好唔好？哇！黐线啊，我架车。喂，低能 fans。咪输啊！招咗 fans， 哈哈！我同阿布少少系，你同阿布少少一齐啫，唔系太好，我老豆。咩啊？第六噶，黐线！
你老機到而家到囂張，我第一名。唔係。而家前面有咗兩個碌行嘅，尖啊，好癲喎！佢個嗰啲中東特技嗰啲嚟喎。喂，嗨！呢个啱啱俾你睇唔起嗰个喺你前面喎。Oh shit！ 喂，哇！500米个避震直接宣告，唔系避震个人都死埋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第一名。Lame，Lame，Lame so lame，so fast。今集的 The Crew Motorfest 和上集一样，除了经典的赛车之外，还可以玩埋漂移模式、直路加速赛、和电单车，甚至是海陆空的载具都有不同的赛事的。而今集特别强化了的地方，就是这个播放清单的主线，因为它会根据赛车的类型来打造不同的主题，所以玩每一条主线都会更加有代入感，还有气氛都会好出的。例如有电动车主题和超级跑车主题的主线的。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看我玩赛车 game？ 其实我自己私底下就很喜欢的，因为觉得很舒压，游下车河。所以无论你喜欢不喜欢都好，你都下面留言跟我说，我们下条片再见，是这样先，拜拜。